今天上午，中国首个空间站舱段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入轨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文昌，亲眼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。上午11:23，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点火，升空的瞬间点亮了周边的天空。伴随着鼎沸的人声与火箭撕裂长空的轰鸣，现场的观众举起手机、相机，记录下中国航天史上这一振奋人心的瞬间。能够亲眼见证祖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，让他们激动万分。我们火箭发射在我们海南文昌感到很自豪，今天到这里来开发射，心里很感动，很激动。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火箭飞上天空哈，心情很激动，厉害呀、我的哥。我作为中国人我也非常自豪，看到火箭发射这还是挺振奋人心的，这我们中国强大了。